能听见我吗？哎嘿，今天吃个鸡腿儿。料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盐，压一会儿。我炒，你炒吧。你咱家这油不知道大哈。烤鸡。都熟了，这玩意好熟。一个菜呀，今天一个菜。哎呀，我妈说减量就减量啊。嗯。鸡腿儿。哎，这也不少啊。嗯。白水儿。这点行吗？行啊。八一，高里都高里得了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嗯。蘸一盖儿，炖上。蘸酱菜儿。哎呀，天天有蘸酱菜儿啊。嗯。哎，好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土豆也熟了。哇，这家伙吃大米饭老好了。嗯，出锅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嗯，挺好。哎呀，这家伙不少啊。嗯。哎，整个吗？嗯。这个是我妈的，这个是我的。你就喝点啤酒去，你得不着了今天。我就喝一杯。是吧？我吃两份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我整个了个咖喱鸡腿儿，这家伙我妈买俩鸡腿儿，之前剩的咖喱，做的行不行也不知道啊哈。挺好。挺好吗？嗯、整挺好。我妈喝点啤酒，喝点白酒，开饭，开饭，给我老妈先倒上。吃胡萝卜说不让喝那个啥。我吃愿意吃胡萝卜，不让喝白酒。哎呀，我就喝这一杯就得了，别的多的也不喝。就这一杯呀？嗯，一杯我给你倒满点儿。看见，倒满了干啥？哎，可以。来点小白。嗯，很好。就这些。嗯。一两口。嗯。是不是一两？就一两。不多喝。整的跟酒蒙子似的，嗯，尝尝看啥味儿，嗯，挺好的，哎，
我做的也挺好啊。嗯。喜欢用。呀，是胡萝卜。一块两块没事啊。那他也不要人肉啊。真好。嗯。三两的缸子，盛多少吗？盛多半碗。多半碗呀？嗯。你今天比我吃的都多一点。你说可劲儿吃是啥感觉吗？可劲儿吃感觉就，哎呀，生活老幸福了，是不是？一天吃个饱饭，是不是？再拨回去点儿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样？我妈的，我妈的比我的都多，知道？那可不多。你要吗？我不要，我喝不了。我妈大半辈子就是吃土豆多。我们家那时候没结婚的时候，那孩子多。嗯。六七口人，七口八口啊，七个姐七个，反正有结婚的，再加上你老和你姥爷，哪家都七八口人，粮食不够吃。那时候生产队分那点粮，那土豆当主食，成天糊土豆啊。糊土豆啊？那么糊土豆没给你吃伤？没有。这是泰式的菜吗？嗯，是泰式萨瓦迪卡，咔咔咔。不知道。就你看。嗯，不懂。这有一个果，泰国。哎呦天！你见面这萨瓦迪卡吗？嗯。嗯，不知道。中国话就得不懂的，你还真带恶心。你中国话你啥不懂？你这语言学家，你说一段话人都不懂，是吧？嗯。我妈吃土豆都吃成这样了。有一次我说一句话，那这帮人笑，年轻人不懂。不提也说谁来了，说长得那人长啥样。嗯。然后我就随手就随口就说那么一句，我说他也不作鸟啊。那帮孩子一愣，这说的是什么呢？或者他就问小娟，不作鸟、嗯、不作鸟一般人听不懂，说是这是长得不作鸟。你懂啊，长得不好看呗。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来的，就是都是听你老婆说的。不多呀。嗯。那把你笑。一般人理解不了。我真吃不挺香吗？嗯，挺香，真的挺香。要不现在你看我腿能走，我走道咋那么快呢？嗯，就是这些年架不住他年头多呀。嗯，那得是多少年？九三年，是92年，一直到08年，那些年成天的走，搁屋里，好像就练出来的。他不那么快走，但是那你得盯着来回走啊。着急，我妈走路都小跑呢，你看。嗯。我妈走道是快，我撵她。你能撵上吗？别人一般人撵不上我。我是各个方面都随我爸，方方面面，走道也随。因为我大哥也走道快，成快了那家伙。他走道更撵不上。那年跟他上那个哪儿，上故宫啊，哎呀妈，他就撒着撒个儿走。
我跟我大嫂徐东石，我们仨在后边，一会儿就找不着他了，完全干没影子了。剩一口粥饭。嗯，粥饭。一口。一口酒，一口饭。哎，你知道最好的生活是啥生活的吗？吃饱饭，吃饱喝足，这是最好的生活。你不管吃啥，吃饱了，嗯，就是生活。我跟我爸是一个那啥。你也减过肥？我也减过，我当姑娘的时候也挺胖，但那时候没有秤，不知道多少斤。有我胖吗？那可没有。我们那时候没有那啥的，没有秤，腰那啥腰粮食的秤，你没事腰两把。你都带钩的，带钩的腰不了。那都带钩子的，嗯，带钩的不行。那你跟谁差不多吧？你有我大嫂那样吗？比他胖，比他的胖。夏小婉卖衣服的时候，我140多斤，140。那个那没有那么胖，我还那么胖我说。那完了啥呢？嗯。哎。哎呀，这点腐肉忘倒我妈了。我不要。啊。一杯，我没说说好了就一杯。腐肉就一点儿，腐肉。哎。饭碗划了的溜光溜光，一个饭也都没有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来之不易。来呀！嗯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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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妈。嗯。干杯！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麻的不少啊！包碗饭吃点菜挺好，俺们娘俩今天一个菜，嗯，这我做的可香了，是香吗？挺香，挺香，挺好吃的。一会儿刷碗干活，那个这两天冷，不能出去溜达去，过两天再说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有喜欢胖妞和胖妞老妈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